现场嘛。对，今天现场。现场在家里。对，现场在，他就是有时候是上到这边，不舒服，有发烧的，可以在这边，对，还是离远一点啊。对，啊，再近外看，是有一个有发烧的到这边。票柜是塑胶的，对，塑胶，对，塑胶那个，对，现在上一届也是，对，有整，但是也有，我们现在牙齿都有，以后淘汰，这个比较方便，都有。对，他说有发烧了，不是装美丽。
烧症状的人，会有专人引导到这边来，一直到这边来弄完，弄完之后我们马上就这个马上就消。他在门口，我们37.5，比如37.6，你等于还是要让他投票，哎，让他一定要让他这样，还是到这边来投票，所以就会引导，对，直接引导到了这个位置，他戴手套，弄好了，我们马上要消毒，我们专门有，然后手套把它收回来，因为冲了，就是用防疫的规矩，嗯。就是说绿色通道，全国各县市都一样，都一样，这个是专门防疫专用的。好好好，OK。现在是一个远景。